要去香港啊？你会不会想我？会哦，是真的会还是假的会？真的哦。那莫莎，你会不会想九九？哎呦。啊，九九去香港啦，拜拜。我要去啊。拜拜。我要去啊。Give me five。OK， 九马拜拜，下次见。我要哭。好了，我要走哦。拜拜。刚刚出完海关，然后现在在免税的商店街这边，然后可以看到几乎是完全没有。那我这一次呢，本身是搭国泰航空。那其实国泰航空它非常的贴心，它会在你登机的前三天呢，就会先打电话给你，然后跟你确认一下你去香港的签证啊，还有你的护照啊，还有一些提醒事项，就是可能名字一定要对啊，然后还有说你是用什么签证，然后它还要另外再帮你检查说你这个签证呢，在香港它现在是不是能被接受的。如果台湾过去香港的话，是不需要另外再带检查报告的。对，但是有一个格外重要的事，就是你一定要出示你住的酒店地址，还有如果说在家隔离的话，就是提供家里地址啦。那如果说你是属于住酒店的话呢，那你就要提供你住酒店的一个订房资讯给确认的时候呢，可能要给机组人员他们看，他们确认之后呢，才会让你办理登机手续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带大家来看一下房间哦。房间的话，其实就小小的，并没有说很大。那这边是浴室的部分，就比较偏简简单单，就没什么好特别介绍的，还算干净啊，也没什么味道。再来是房间的部分，房间的部分的话，我觉得床有点太大。对，其实只有一个人睡，好像也不太需要用到这么大一张床。那如果床小一点的话呢，这边的公共区域就会比较多一点，那其实活动的地方也会比较多。所以他现在床太大，等于说就只有这一块空间可以让我去把行李摊开来啊，或者是可能平常可以在这边做运动。对，那窗的部分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喜欢的，因为它算蛮大，我比较喜欢那种阳光照进来的感觉，不太喜欢太暗。只是景色的部分的话，就真的还好，因为酒店这边安排我是住在五楼，所以风景的部分的话就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书桌的话，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它空间够大，可以摆放很多东西啊，可能笔电啊什么一些杂物之类的都算比较方便。对，就是其实转一圈就是我整个房间的大小。那接下来14天就是要在这里了，闭关啊，希望时间可以过快一点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已经正式抵达我的防疫旅馆啦。那时间大概是在4:30左右。那其实我在中午1点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抵达香港的机场了。那中间这段时间呢，其实就是在机场去做检验啊，然后还有等你的检测报告，然后还有填写一些资料等等。那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是不可以录影的，所以我就没办法拍影片给大家看。那在这边我就稍微整理一下几个重点，然后去讲给大家听。
那首先呢、啊，大家在登机的前两天48小时以内，可以先到香港的卫生署里面去做一个健康申报表。那这个健康申报表里面最主要就是填一些你的基本资料，然后还有你的航班资讯啊，你的座位号码，以及到当你到香港机场的时候，你的隔离住址、电话等等。那他填完之后呢，会有一个 QR code。像这样的 QR code 呢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截图下来，截图之后啊，抵达香港机场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出示这组 QR code， 然后去跑每个流程，因为它每一个关卡、每一个地方呢，它都会要你出示这个 QR code 来去确认你的资料。所以当如果你有事先填好这个资料的话，你抵达香港机场去跑这些流程的时候呢，就会比较顺利一点。那在完成所有的步骤之后啊，他就会给你这样的一张强制检疫令。强制检疫令上面会清楚写着你的隔离日期是到什么时候的几点几分，上面都有清楚标示着。那除了强制检疫令之外，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这个用夹链袋装着，上面写着生物性危害，好像很恐怖的样子。那里面有放着一张，有放着一支试管。那这支试管最主要就是在你隔离到第12天的时候啊。然后你可以，你要吐口水在里面，然后再请你的亲朋好友或是请快递，然后帮你送去诊所再做第二次的检验。所以其实香港政府在检测这部分呢做的算是还蛮扎实的。这边我忘记补充一下，在你要出发来香港之前啊，你也可以先下载一个 app 叫做居家检疫。那居家检疫这个 app 呢，它最主要就是下载完之后啊，当你来到香港抵达你的隔离住所之后呢，它可以要必须要开启，然后去跟你的手环去做一个连接。那这样香港政府这边就会知道说，哎，你已经正式抵达你的隔离场所，开始你的隔离了。那最后再提醒一下、啊，那台湾来香港的隔离天数啊是14天，那从你入境香港的第一天就开始正式算起喽。以我为例的话，我今天5月8号入境香港，所以我最后结束隔离的时间是5月21号的11点，晚上11点59分就正式结束隔离喽。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，或是分享给对香港入境流程有兴趣的人知道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